武汉和那个对吧？那个人江口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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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基本上都在那，就是安徽是这样的，做黄山做菜还好。对对，以前的就是五徽州那一带还好。但是在人家一说就说安徽，我不会就说。对，没有把你分得很清。但是啊，但是我听我朋友他们说，我听我朋友他们说，安徽内部有的是。
我的履历，我的履历。Thank you.
啥玩意儿呢？ちょっとどうも行きませんか。